是不是很期待这个课程？是啊，当然啊。好，那等一下就要上课了。好，上游台湾的这一个超连结，我要怎么做哈？就是先回到语法这一边，端啊哈，不会啊。因为为什么那么多？因为我的文字是从 Word 贴过来的，所以那个文字的会更。要那在语文编辑，按这里，按这里，对，编辑。一个大小嘛，它挂了一个 K 的 K 的位置，位置是或者是编辑，很变，蛮好玩的，很有趣。是我来这边学习到的，像微影导演的部分，在我的业务上是非常的实用的，而且就是在整个在制作这部分呢，我学到它整个在制作上面的一些技巧，还有一些我以后如何在影片或者是照片方面去把它截取下来。这个数位机会中心哈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对，因为哈那个我们入场在比较乡下哈，要学什么东西哈都很要跑很远，然后很困难。那有的这个数位中心呢哈，可以让我们在晚上有时间的时候还可以出来。不会跟社会脱节这样子。就两种，一种成功也做一个模啊，那整个安尼大小的，大家想起来哈。另外一种，伊是没有模子的，好像用手把它捏一捏，就把它堆叠起来的。哦，这是头壳。你要带来看边来看，它上面都有一些稻壳哈，你敢来看一下哈。比较宽，比较宽。那这个是比较细长，对，它不敢对对对对。这个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的。这个就是我们最传统式的那个沙漠。那你原来原哦，这个山叫山，你看阿拜，因为这种是较中型啦，比较较少，但是黏哦较侪。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叶子哦，它比较胖，叶茎它比较胖，但是产量非常的丰富。这是这较大型。这个从盐水那边哈，盐水是台湾四大港，一府、二路、三艋舺、四月津，月津港就是盐水，哦，不是那个月津港，三点水，津津有味的津哈，月津港哈。那早期那个船哈，其实可以，它的船呢哈，可以开进来这个地方。好的。